歌手彭佳慧同罗文义共合作自己歌曲《玫瑰同黑丝玉》，按强快的曲风，韩国一唱，大家就会记得的歌词，许多妙有的感激。体妙如何，有同同人的讨论歌词而表达的意思，是玫瑰同黑丝，也是从彭佳慧唱的《玫瑰本黑丝》。讨论也两个意思有某个所在。对呀，两位主持人皮面素红解释，也是领导人惯用的讲法。从西到台，也上也下，莫地图物件。歌手彭佳慧特别创作韩语歌曲，咬一根核心哟，也将金曲歌王罗文义强化创作歌词，强快的摇滚曲风加上过后期的歌词，表现天气天后另外一种人物面貌。不过没有啥对歌词的反应，有逆腐。歌词上传达的是祖先的咬根核心，创作的三枪批判的咬本核心，也两个合法翻译的体面如何有过多的讨论。两个作词人夹夹体面如何解释？咬本核心又是？你是主动去吓人？对，咬我要把你吓死哦，可是我会被你吓死，就是变成咬爱。对，爱爱，爱爱本核心哦，爱爱本核心哦，就是林洛这么说。马分享作词歌唱度神奇的事情，像用在南埔行业，一个是平东零六年，另外一个是高雄闽南人，许多甲乐演听听，行业的讲法嘛差几多。罗文义表示，客家一条心，一种一宿，应该会上富准村保佑。比如说莲雾，你们美浓，哎，就莲雾啊，那得讲茶泡，知道吗？内埔还是哪边讲茶泡，也讲泡狗，也讲酸狗，对。然后你们美浓讲莲雾，对，你看光是一个莲雾就有这么多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要唱客家歌。彭佳慧就可以演唱飞，马威有客家歌诶。以一个演唱飞结束过后，就会推出跟罗文义合作的行业专辑《爱国歌》，等等来听。客家新闻请转陈玉贤特别报道。